点，我们看天还没有亮，我们要出去了。可是这一次不是摸黑去找美食，这一次是要去执行一年只有一次的神圣任务。第一年碰到 MCO， 第二年碰到封山，难得今年已经开放了。因为现在是早上五点，所以很多人还在睡觉，说话要点小声。嘘，你们猜到的是什么任务吗？就是去扫墓，因为这个月是清明节。在还没有扫墓之前，我会去一个地方去拿糕点，等下送去我爸爸的帮助，给爸爸当早餐吃。我现在来到普劳舍邦拿糕点，很夸张哦，这些人。我以为五点半到这边我是最早的，那你知道这边还有比我更早的人，而且有些已经在吃早餐了。我现在来大伯公这边上香，通知他一下。然后你们可以看，这边还有很多杂草还没有被清理的。现在还很早，所以还没有什么人潮。清明时节雨纷纷，太阳晒到我头昏昏。今天的任务完成，然后现在第一件事情就要回家吃早餐。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